我係職場引爆心底啊！今日咧嚟到年宵呢一度啊，120個攤位。咁啊，因為咧都見到有好多 AMC 人賣燙斗啦、賣花灑、賣菜肉刀、賣砧板都有。咁咧，我都覺得我哋都應該有一個 headset 麥嗰個文化。我哋作為一個 headset 麥嘅，即刻做一個 headset 麥嘅售貨員，咁就同我哋 DBC 咧賣一賣數碼收音機，咁啊睇下效果如何。我的目標是要買出一部數碼收音機咧，咁我收手啦。咁睇下咧，我要搞幾耐先至可以 sell 到一部數碼收音機？呢度係職員嘅攤位，希望你支持政府工作，贊助自己嘅經濟。嗱，買緊嗰啲唔計噶。啊！歡迎大家咧，經過都已經好開心啊！經過我哋 DBC 數碼電台嗰個攤位啊！如果行緊咧，唔知道數碼廣播係乜嘢咧，咁你要停低啦。點解啊？因為咧 DBC 數碼電台已經開咗台。平時你聽咧，以前聽開 FM 同 AM 咧，有一個最大嘅好處就係咩咧？就是、聽台嘅時候咧會沙沙聲，收到少少又會沙聲。嗱，呢個數碼收音機咧，我哋嘅 DBC 數碼電台咧用緊嗰個頻道咧就係、是、DAB Plus。DAB Plus 有冇聽過啊？這個頻道咧就係一個新嘅數碼嘅收音機頻道。你聽數碼嘅電台嘅節目咧，只有收到或者收唔到嘅啫，就唔會收得唔好嘅。咁所以咧，若然你買咗我哋 DBC 自家品牌嘅數碼收音機咧，就不得了啦！嗱，希望咧真係行緊嘅朋友咧，可以留一留步，聽我講兩句。嗱，好似呢位用緊電話嘅哥哥仔。這個數碼收音機咧有咩好呢？就是以前聽 AM 或者 FM 的數碼頻道，會有啲沙沙地收得唔好啊！唔好走住啦，聽我講埋先啦。好啲啦，好啲啦。等等先，等等阿豬媽嘅朋友，等等先。我哋 TVB Plus 咧不得了啦，只有收到或者收唔到，就唔会收得唔好嘅。咁就包你咧听嘅时候一定唔会掹掹震震。真系有得谂啊！嗱，系啊，买一部即刻送一部俾你啊！呢个叫做咩啊？呢个唔系最底价破底价，呢个叫做跳楼价嚟噶。我都系搭咗降落伞，啱啱先至降落到嚟呢度。系啦，咁希望真系大家多多支持。你买两部，系希望真系大家多多支持。你买两部系。系啦，咁希望真系大家多多支持。你买两部系咪？咪，系咪啊？买两部。OK， 咁啊，終於都成功咗啦，賣到兩部數碼收音機。如果唔係，我收唔到工啊。係啦，咁其實咧，我本身咧，亦都係 DBC 數碼一台嘅主持嚟嘅，晏晝三點至五點，星期一至。咁你可以聽下，你先生係貴姓？譚先生。我聽日嘅節目就多謝你，好冇？因為啱啱完咗節目，聽日咧公司亦都會有直播嘅，就喺直播室嗰度。嗱，容許我再同大家玩一個遊戲。任何行過嘅朋友，麻煩你停一停，俾五秒小弟。你個電話若然係少過30%電嘅，即刻送一個尿袋俾你。即刻睇下個電話少過30%電嘅行埋嚟。撳一撳，我睇唔到，睇得唔清楚。OK， 19%，咁你要俾呢個尿袋嚟。點解俾你啊？因為咧，想你哋嘅電話有電。雖然男女朋友仔可以揾到你，屋企人都揾到你啦，但係都希望咧留翻啲電，聽我哋 DBC 數碼電台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 ，OK。咁你一套咧，最紧要四百，好好好，嗱，二四百送两个尿袋俾你，好唔好 ？OK 啦。啱啱嗌咗几耐话？啊？我啱啱捱咗半個鐘，嗱，啱啱嚟講咧，我就諗住買一部數碼收音機咧就夠噶啦，點知咧個反應嘢越嚟越熱烈，就越多哥哥姐姐埋嚟圍住，咁我為咗唔想令佢失望，可能都係想睇我樣啦，睇我樣點衰，係啊，咁誒都希望大家開心啦，咁誒估唔到都真係有啲人嚟買嘅，咁我見咁開心咧，咁我都同佢哋繼續一齊玩落去啦，咁誒都
祝所有啊買咗數碼收音機又好，喺場嗰度，因為個尿袋，即係我就話個電量少過 30% 咧，就送個尿袋俾佢。都希望我哋真係個電話有電咧，就聽住我哋數碼廣播嘅。咁啊，希望攞咗收音機又好，聽我哋 DBC 嘅所有聽眾，全部新年快樂，馬到功成。